好，这个也是文字，那用笔稍微重，尤其到最后这边，我们来看。所以这个行草书哈，同样一个字的变化，有时候为了表现不同的味道，哦，会有不同的轻重或者代笔的那种表现。好，我们笔要侧一下，然后加压，好，停止，哦，这里才会有一个厚的感觉。